喺默哀儀式過後，我哋都希望如果街坊係有一啲感想想發表嘅，亦都歡迎你嚟到台前去分享下你感想。咁呢一度係天水圍銀座廣場啦，咁依家現場啦，見到起碼有大概200人聚集嘅。咁大會啱啱就喺8:00開始咗呢一個悼念會。咁而家呢一度係天水圍銀座現場啦，咁依家現場大概有80人聚集，咁大會就提供咗一啲嘅蠟燭啦，咁同埋現場亦都有人獻花。咁警方喺今日即係悼念會開始之前，大概7:00左右啦，咁就一度有幾十名嘅防暴警員啦，咁就喺廣場呢一度巡邏同埋戒備噶。咁期間亦都有截查咗咧幾個黑色衫嘅後生仔，咁同埋亦都有啦，特登去同大會交代啦，咁就要求啦佢哋要定期呼籲人民企開啲啦，咁就係因為基於限聚令啦。大會亦都有準備一啲嘅短片。我知道喺呢度有好多嘅街坊都有自己嘅感想，咁我哋都係歡迎各位街坊去嚟到我嘅右手邊，我哋準備咗一塊白布同埋準備咗一筆，去俾大家去寫低自己嘅感想。咁咧，大家有需要嘅話，可以寫低你自己感想。又或者大家如果有啲感想想同在場嘅街坊去分享嘅話，亦都歡迎你嚟到台前去攞個麥去同大家分享嘅，多謝。咁有唔少市民亦都喺幕前啦，咁就擺低咗鮮花，咁同埋亦都排起咗就係615嘅燭光。另外啦，大會亦都準備咗一塊長嘅白布啦，咁就係俾民眾啦，就寫低一啲想講嘅説話。今日的活動是沒有叫口號的，也都沒有唱榮光等等，是一個非常靜態的悼念會。還有可以見到現場是不斷有人點燃一些吹熄了的燭光。
現場除了有人舉起燭光之外，也有人舉起了手機的閃光燈，咁而現場係冇叫任何口號。咁而家現場似乎人數亦都越嚟越多啦，咁大概有200人左右。我哋今晚嘅悼念儀式將會去到9點嘅。咁大會就喺8點開始悼念會啦。咁悼念會就將會喺9點結束。咁而大會亦都話啦，唔會自己撲滅任何嘅燭光啦。咁會喺等所有燭光亦都自然熄滅之後先會離開。大會亦都準備了8部啦，咁就係俾民眾寫低一啲想講嘅説話。見到即係現場，除咗大人、年青人，其實都有唔少小朋友在場啦。咁有一個小朋友喺度幫手點燃啲燭光。咁由於今日係一個悼念會，比較靜態啦，咁所以就亦都冇叫口號嘅。咁大會就準備咗一啲短片啦，咁就喺現場播放。咁都係有關一啲喺反修例運動入面一啲細細嘅人嘅一啲嘅相關嘅圖片。7點幾嘅時候，係一度有幾十名防暴警員在場巡邏同埋戒備啦。咁但係悼念會開始咗之後咧，咁警方似乎就離開咗，咁就附近暫時就未見有警方戒備嘅。其實今日現場都有啲風，咁所以燭光都不時係被吹滅。咁但係現場嘅民眾都不斷點燃翻現場嘅燭光。可以見到，咁喺幕前就排咗615嘅燭光啦。咁因為不時被風吹滅啦，咁所以有民眾係不斷幫手，咁就係點著翻呢度嘅燭光。咁同埋亦都可以見到有
人啦，咁就喺幕前呢度獻花。咁而家百幾名嘅民眾都係啦，拎住燭光咁就喺現場默哀。因為是一個靜態悼念會啦，咁所以咧在場都係冇人叫口號或者播歌嘅。咁而家附近都係暫時未見到有警員過嚟。咁大會今日就有派發燭光同埋白絲帶啦，咁可以見到現場好多人都係著住黑衫，咁就舉住燭光同埋心口都有戴上白絲帶。再次在這裡跟大家說啦。Hello， 你們好，我是立場新聞記者，介不介意問你們兩個，即是為什麼今天會來這個活動這樣？我就是悼念。是否大家聽到你們想說的話？意思。就是為什麼今天會特地想來悼念他的？我年去泰國。今年因為疫情問題是在這裡。就因為他過了身，所以鼓舞我們要走出來繼續去爭取，繼續去抗爭。即是去年其實剛剛聽到即是梁寧傑去世的時候，即其實當下的心情很難過，很難過，即是想不到個年輕人，我這麼年輕，這麼有前途，他就這樣
走咗，好難講。即係啱啱聽到，即係你話，即係梁凌杰嘅去世啦，即係對香港人係一個鼓舞。即係其實對，真係都喊咗成日啦！我記得我聽到啊，喊咗，自己都喊過到喊到喊咗成日。即係你啱啱講到，即係佢鼓舞咗即係你哋啦。即係你喺即係之後一年，即係有冇因為咁，即係所以都更加係啊，更加鼓舞我哋要出嚟，要爭取。即係過去一年都有參加啲，我哋有一直參加一年嚟大大細細嘅活動，我哋都出嚟參加。但係會唔會即係因為警方嘅打壓係越嚟越重啦？即係啱啱都有防暴警，我唔會驚咯。佢打壓佢事咯，我即係我哋嘅信念係堅持咯。唔該曬你，想請問你介唔介意影張相咁樣？有一啲甚至好啊，唔該曬你。熱壯烈咁樣犧牲咗，影側面都可以啊，可以啊，唔該曬。因為喺光復香港呢條路上，仲有好長嘅路，我哋需要去行。想請問你貴姓同埋大概幾多歲？我60啦，60歲姓貴姓係我劉太。劉太，唔該曬你，唔該你。只要我哋一繼續去堅持落去嘅話，我哋終有一日可以喺高地度相見。啱啱就問咗一位60歲嘅太太啦，咁佢就話因為好心痛，一位年青人即係為咗香港，為咗呢個信念而離世，咁就上年嘅今日啦，咁就話即係佢係行到傷心，咁而佢都認為即係梁凌杰嘅離世啦，咁就對於佢或者香港人嚟講都係個鼓舞啦，令到其他人都喺之後嘅日子咁就更加落力咁投入喺抗爭入面。咁同埋，即使話面對警方嘅打壓啦，咁佢都話表示唔會去諗啦，去驚啦，會繼續堅持。就有一個小朋友啦，咁就出嚟接受訪問啦，咁就話香港加油。呢個得啊！咁同埋啦，佢又即刻喺現場啦，咁就幫手點燃翻一啲熄滅咗嘅燭光。都係一個好重要、好特別嘅人。咁我啱見到有發布上面有人寫話香港人人生不死咁樣。然後我亦都諗翻起梁爸爸同大家講，希望大家留翻有用嘅資區，去繼續守護呢個香港。我相信依家嘅環境、依家處境就好似我而家面前嘅蠟燭一樣，雖然好大風，但我相信只要大家唔好放棄，一個燭光一定會有點燃嘅一日。加油！加油！加油！咁而家民眾啦，同埋工作人員亦都忙於繼續點燃翻一啲熄咗嘅燭光。現場除了有人擺低鮮花啦，亦都有人放低咗光復香港嘅旗幟。我哋而家做緊呢啲嘅儀式咧，一齊一齊，唔係為梁生而做。梁生就係佢睇唔到嘅，
呢啲一切儀式，我係在生嘅各位，仲在生嘅各位做，我點嘅每一支蠟燭，寫嘅每一句字句，都係提醒你，唔好忘記，唔好忘記呢一年發生嘅所有嘢。我係流過血，流過汗，唔好俾佢俾時間沖淡咗。正如我哋好多遊行立法會，亦都唔係講俾政府，唔係講俾警察聽，佢都係死人嚟，佢聽唔到，佢睇唔到。為嘅就係提醒仲在生嘅人，呢件事未完，我係繼續緊。可以大家好俾心機點個蠟燭，只要有人熄咗，我係點翻出，我係令佢記翻起呢一切發生嘅事。每一個打瞓唔著嘅夜晚，流過淚水，只要仲有一支蠟燭仲著緊，就可以繼續。只要一息尚存，我哋抗爭的心、爭取自由的心都不會消滅。希望大家記住，我哋可以為走咗嘅人做嘅事，就係最基本、最低，記住佢哋講過嘅嘢，記住佢哋做過嘅嘢，佢講嘅幸福。多謝各位，多謝香港市民。現在就有些民眾在做一些分享，因為現場有啲風啦，所以在場嘅蠟燭亦都係點完又熄。咁不過在場有民眾係不斷幫手就點翻現場嘅燭光。
今天是一個比較平靜的悼念會，所以是沒有一些叫口號等等的活動。現場仍然是有百幾二百人啦，咁就係繼續留咗喺度悼念。記者你一路點嘅時候尷尬而問啲你幾條問，想問一下即係點解會咁堅持想點翻著呢度啲蠟燭咁樣？因為想我哋好似蠟燭咁，永遠都唔會熄滅，想光復香港呢個心。嗯，即係其實點解今日會特登嚟呢一個悼念會？因為上年嘅今日就第一位烈士為我哋咁離開咗啦，咁我都想我哋香港人可以為佢延續翻，繼續幫佢行落去。嗯，即係其實即係當日啦，即係知道即係有第一位抗爭者去世嘅時候，其實當下嘅心情係點樣？覺得好心痛，因為畢竟錯嘅又唔係我哋，係香港呢個咁腐敗嘅政府咯。嗯，覺得好可惜。咁你覺得其實？即係梁靈傑嘅逝世，其實對於香港人有啲咩意義？又或者對於你自己嚟講？我希望佢嘅意思都係想我哋可以光復，真正光復到香港咯。所以我哋一定要幫佢延續翻呢份心意。唔該曬你。我請問介唔介意話俾我聽你嘅貴姓同埋？我姓江，姓江，係三點歲嗰個。哦，係幾多歲？哦，21。係啊，唔該曬你，唔該。咁啱啱就係，咁可以見到即係依家係有唔少人啦，咁就係繼續幫手啦，咁就點翻著呢度嘅燭光。其中一位咧幫手點著燭光的女仔啦，咁佢就話係希望啦，香港人啦可以好似呢一啲燭光咁樣啦，咁就一路都唔熄滅，咁就直到光復香港。咁而家在場啦，仍然都係有百零二百人咁就在場悼念啦。咁就因為今日係一個比較平靜嘅悼念會啦，咁所以都冇播歌或者叫口號嘅。咁防暴警員就喺七點幾嘅時候咁就有在場戒備同埋巡邏嘅。咁但係之後亦都離開咗。
咁而家在場，咁而家現場平靜啦。咁假如再發生咩事，會再開 live 同大家講。咁暫時係咁多，再見。反共抗暴運動。